李宝、英俊、英俊、展善、大帅、酸菜，这是偶像。偶像现在从无毛毛已经长到半无毛毛了，挺好看。果果，走，看看猫草怎么样了？好看，好看。这个猫草长得很一般吧，长得不算太多。我去看那盆去。大帅可喜欢吃猫草了。走，带路，上里屋。菊宝，胖虎，胖虎不吃猫草，所以没有你份儿。咋的了？你们谁吓唬谁呢？还给我吓一跳。哟，色你不蹭李宝吧？他追着你打的时候，你都忘了。英俊，你跟着啥呀？你又不吃猫草，跟着也白跟。看看，就是这盆猫草，这盆摘的很不错，我可以拎着走了。我去，菊宝你怎么挤进来的？这份儿你都挤进来了，你再挤一下我看一看，再挤一下，说古法呀，李宝，来来来，哎呦，什么玩意儿，世界语都说出来了，哎，就喜欢看你们着急的样子，小李宝又着急又扑空了吧，扑空那个感觉是不是很失落啊？走，闪闪也不能不说你，那胖虎就是进屋你就是打人家，走，那大帅小声音可小了，真是声音小的让我很心痛啊，心痛的无法呼吸。走走走走，要不就在这屋吃吧，来吧，喜欢吃猫草的都上来吧。这盆猫草摘了也快1星期了，阳光好它就长得快。英俊，你干啥啊？你瞅你把头埋在人家的屁股后面，万一人放个屁，你不能成雾霾了吗？偶像到现在还没插队呢，偶像往前走一走，近前，这也太爱吃了。果果，果果你吃吗？菊宝走了，菊宝，你菊宝没走啊，又回去了。关键是这一小盆儿真是不够十几只胖猫吃的，胆山在那看呢。酸菜，还有好几只猫都没排上队，没吃上啊，那怎么办？要不把这盆儿。长得不好的也拿下来吃吧，宝宝，稍等，抬头，这个这么少，我寻思再长一长呢，没办法了，你咋搞的？怎么里头猫也跑出来了？你这都围着一盆吃，根本就放不下你们，这里头吃的色山，我看，我去，哎呀，偶像，你快快吃个偶像，他们太傻了，一群傻猫，这盆长得多啊，长得。又嫩又绿的，上当的是不是都回来了？那不如在这等着吃这个嘛，在这就不用等了，直接就上去吃了。你们吃完了，我再给你们收拾了。这个他们碗头拽的呀，碗头湿的湿咬的，都是猫草的根儿，都在地上，还有土渣。英俊无所事事的，因为他不吃，酸菜也不吃。不是你俩像什么面？你瞅瞅，给酸的吓的，挺好。我再多种几盆儿，北屋还有一盆儿，北屋一盆儿阳光见的少，就长得也差。我再给它拿到南屋来吧，你们慢慢吃，别打架。我去，大帅和你那个对头，菊宝还在一起吃呢。你看，不是菊宝去，李宝吃这玩意儿可隔路了。你瞅，老是动手，好看。帮着前夫打力宝，好看，吓得都快退缩了。灿灿，哪盆也没吃吗？快去吃去啊！灿灿怕惹是生非，这盆已经本来长得少啊，而且快吃了了。就算它长50根，现在吃的就剩20-30根了。路易、苗苗、嘎的都凑齐了，都在外头呢。苗苗，我这就下楼，等我啊。